这次失踪的猫市民原来是小花的妈妈，在胖警官的帮助下，舒克发现了监控上的漏洞，找到了绑架犯所驾驶的车辆，舒克贝塔一路追击犯人的车辆，但最终还是被他们逃脱了。此时，舒克贝塔发现了新的线索，一种特殊的花瓣，经过热心市民的提示，他们决定去寻找万事通寻求帮助。